黄山眼罩，咁希望我半夜咁，又把翻泥地短途啊，好鬼松嗰啲泥，喺大头嗰啲着数。个大局就系咁嘅，三四五十二系赢过三四五十二，而家呢只六号仔就冇上过名嘅。加州前程入个 Q 嘅就二号，叫做为你钟情，夹硬大热门嚟嘅。咁另外嗰只马咧最叻系第四嘅，就系爆仔德力宝区。咁啊，上仗成绩好嘅就系二号、十一号、十二号，即系二十一、十二。所以二号仔咧又系夹硬大热。又是入个 Q， 又是近绩好，但是他排个十二档，梗是有些弱点的。二号仔就是这只上将苏少辉两倍跑第二，现在变了布文排了个十二档，那么三十八元，都很难跑的，真的。为你钟情连续三次第二。連續三次第二，邊個蘇少輝兩次，就潘明輝一次，而家換咗布文啦，俾啲功夫你睇咁即係㗎，唔知係咪咧？十二檔好難跑喎，真係泥地好難追喎，即係一係衝咗喺前邊出嚟先。為你鍾情三號仔明俊縮星，三號仔贏過呢個路程㗎啦，跑一次贏一次，咁但係近績又普通咧，上次潘頓。九倍跑十一，冇换人，继续骑落去，咁啊呢啲系好现象嚟噶，三号仔咁样夹晚五倍，前次泥地七倍跑第一嘅潘顿，即系泥地有根有据，草地又普普通通咁啊，而家呢只一号仔咧就胡椒军曹，胡椒军曹都有赢过马噶。胡椒军曹近期都不错的，第四、第八、第六咁样，而家变咗冷门，经常都热门喎，热门之一嚟喎，经常。田泰安跑第四嘅十倍，而家冷门咗。胡椒军曹近绩就系第四。四号咧就系赢过呢个路程噶啦，奖金大王啊叫做，跑咗好多次噶啦，档位就好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六，其实二号嘅近绩最好啊，只不过连续三次第二，加咗几分噶啦已经，再唔赢就冇晒机会噶真系。五号咧就系叫晋王星，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六。十几倍，苏兆辉，苏兆辉只小玩家真系输少少啊！真系太厚啊！真系，即系佢又唔知嘅，系咪？即系如果前边唔系走得，如果唔系前面走得咁好，系咪？即系佢赢咗噶啦，已经五号晋王星赢过呢个路程啊！五号仔。三四五十二是赢过的，七号快如龙初跑泥地，上次九十几倍跑第八，现在变了这么多飞，十六倍可能希威森，快如龙叫做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五都试过第五的话，即是进步，今次是第三次出赛，跑好一点就进来了，跑好两格那就搞定了，七号仔明显比上仗热嘅，只七号仔。今日好多人啲睇飞一族嘅，睇到呢啲嘅啫。比上次又唔系跑得好啲，今次咁多飞啊咁样。九号魅影猎飞，田泰安魅影猎飞，六倍，咦，好多飞喎！上次八倍跑第九，魅影猎飞。九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六，前次第五，六次赛绩最叻第五。后面只十号耀力之城，
上次第八前次十二，好多边线啊，真系。十号小霸王，咪十号系耀力之城，一阵跟住就叫小霸王。小霸王跑第三啊，上次。因为十号近绩就差咗少少。我都进步得几好啊！即系后庄都有肌肉，我睇到啲线条。十号档位系九档，周俊乐小霸王。我呢只马小霸王咧，上次跑第三噶噃，周俊乐十七倍跑第三啊，今次咧三档轻磅116磅。一定在前面，我覺得他周俊樂今次明顯多飛了，上次跑得好嘛，因為12號又是上仗跑得好的，電信飛彈五倍跑第一，但升一班來跑即刻變了30多倍，電信飛彈看完長金大王兩次蝕了快步速和不利路段形勢呢，回到來近的。我選了三匹，熱門就是3號、2號、明俊福星，上次初跑借這個泥地就立即贏了，還有賽前作這一場有足夠的快馬，希望有得追。為你忠誠都是表現叫穩定，不過前兩場都覺得跑啱曬，但係終點前就俾人過嘅。另外冷門啦，可以睺下只七號啦，就係快如龍啦。康都話齋即係好似好咗啲啦，同埋慢門嗰顆泥集佢加咗個面箍之後咯，我覺得個貨泥集嗰個餘勢都幾好嘅。之前啲泥集都係試得好過草集，咁呢只可以睺下嘅。咁啊，睇下第三口 Marty 嘅精選啦。咁啊，呢一場咧用二號為你鍾情做膽啦。咁拖翻三號、四號、八號、九號嘅。咁啊，下一場咧就用六號嘅勤德威力做膽嘅，拖翻一號、五號、八號、十一號嘅。Marty 二號膽，我要二號、三號。布文潘頓，唔知有冇矛盾啊？要報文就不要要潘頓，我應該啊，照常理計啊，啲馬調嚟調去噶嘛，真係。第二號因為連續三次都是第二名，咁即係如果再不去就冇曬機會喎，操起咗。三號咧就上次成績不好，但係前次跑第一，係潘頓跑泥地咁啊，上次快回谷千二嘅草地當係唔適合啦，咁確實又係配呢個潘頓又係。人馬合拍的，所以二號、三號揀了這兩隻。二號的檔位就不是幾好了，三號檔位就幾好了。這隻八號都起幾好，正好見到這隻斜間的八號仔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七，六次賽績有三次第四的，你說他想不想入位置呢？當然想了，是不是？這隻小霸王，小霸王上次跑第三，十一号而家十四倍，我估佢都好积极嘅。十二号电信飞弹上次第一前至第三，咁好赛绩几十倍，因为佢升咗班，都冇话唔得嘅，真系啊！啲马都唔知道你咩班数，佢跑开咁啊，路程啊，跑开咁嘅时间啊，咁样佢咪照跑嘅啫。是我們看馬經那些覺得以為升了班好像不行，其實那些動物都不知道，應該粉紅色的為你鍾情，六號仔黃色加州來的，那些加州前程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十，八號車間就是德力寶區，這隻馬跑第四了，六次賽績有三個第四，佢啲好想跑入位置嘅呢啲。九號魅影獵飛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六，第九號都好多飛喎，九號啊，好難揀嘅呢場啊。九號姚本輝、田泰安，七號咧就係、是、叫快如龍呢只馬，上次唔好，前次好，
今次是第三次出赛，前次跑第五啊。红色帽仔电信飞弹啊，呢只有一间红色电信飞弹，上次第一，前次第三，系惊佢班底唔够高。其实呢只马近绩非常之好，一三，亦都系赢过本路程。冷门就系十二号呢啲啊，蓝色衫胡椒军曹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八，成扭计嘅只马。嗯，即系同加州前程嗰日啦，即系啲马啲环境一唔同啊，跑日头啊，咁即系情绪都可以好大分别嘅。早起啊，你要睇下前边系咪多啲快马走啦？即系要三七快鱼龙啊，佢要第三次出赛呢只快鱼龙啊，好多人拣佢喎，七号仔十五倍。嗰啲黄嘅走啊嘛。好啦，紅燈亮起啦，話咁快就三 T 嘅次關啦。今日最後一場嘅泥地賽，四班千二啦。五場嘅泥地賽交俾閘前，隊友入閘為你鍾情，等埋車為你鍾情。然後二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。五場賽事四班千二嘅泥地短途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獎金大王，中間小霸王，魅影烈飛，胡椒軍曹最出粉紅衫，藍晚就進黃星啊！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啦，內欄位置仲有得力寶，佢中間電信飛彈啊，出邊啊加州前程啦，後邊嗰四匹馬快如龍、明進福星啊，為你鍾情粉紅衫大約尾三到啦，咁啊暫時殿後嘅馬匹咧，咁啊就係嗰只耀力之城嚟噶，過咗呢個八百米段處，前面放係獎金大王啊，第二位啊胡椒軍曹，外邊啊進黃星啦，跟住個第四魅影烈飛啊，內欄第五隻小霸王，中間電信飛彈啊，出邊有加州前程啊，後邊嗰五隻得力寶區內欄紅帽打緊邊嗰只啊，咁啊粉紅衫攞出去中檔啦，有為你鍾情啦，尾三明進福星，尾二快如龍，包尾嗰只係耀力之城啊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進黃星咧就佔先咗噶啦，咁啊見到中間魅影烈飛追緊佢，後多層仲有為你鍾情上緊啊，出邊位置追仲有明進福星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魅影烈飛咧就將進黃星趕過咗，中間又為你鍾情，出邊咧仲有明進福星埋邊小霸王，接近終點魅影烈飛贏啊，跑第二名咧就係為你鍾情。第三名埋邊啊，小霸王有冇機會過到？有啲力弱嘅進黃星咧，出邊姗姗來遲咧，仲有隻明進福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魅影烈飛轉過嚟跑泥地咧，咁啊即刻贏得到咯啊！周俊來有第三名啊！小霸王喺裏邊，一隻二號仔連續四次第二喎，真係嚇！他出閘都算坎坷啊，出到啊，但係後邊嗰啲馬喺度搶位啊，冇面俾啊，直頭唔俾佢埋你啊！如果檔位好啲咁，今日好有機會啊！九號仔田泰，跟住呢只叫九號仔田泰安啊，咪呢啲馬又係六次賽績有兩次第五啊，即近啊邊線啊！二號仔咧就係跑第二，十一號跑第三。十一号周俊乐嗰只马喺内档啊！你睇呢个报文系咪出到闸噶？你下面啲成闸马冇面俾啊，系咁冲，卖都卖唔到啦，拉住去到第三碟嗰度，稳定走势再嚟追过啦，追就蚀底咗噶啦。四号仔奖金大王呢、這个何铭年喺前边，唔系喺度放啦咁只。嗱，呢只周俊乐喺呢度啊，呢种咁嘅颜色嘅衫啊，候住呢度四五位咁样啊，咁你睇布文喺呢度啦，唯有追啦吓，出唔到嚟啦，就唯有追啊，仲要追外碟添，真系，咁啊转正直路啦。呢只五号仔进黄星首先上嚟，咁啊。田泰安咧就追住佢过咗去先，布文喺呢度，真系几好走势嘅，睇下几下，逢马过马过晒呢扎，输一个几马位俾阿田泰安啊，真系。八倍就十四倍 Q， 九二十一五，
嗰啲洛飞啲洛飞马都唔得嘅，吓、啊、快鱼龙都冇影，三号名骏福星潘顿又冇影，八号德力宝驹何泽尧又冇影。